接下来看到有关前总统陈水扁的消息。前总统陈水扁出席凯达格兰基金会参会了后，就是陈水扁的议题再度浮上台面。前民进党立委蔡启芳也伫脸书顶关向伊的后生蔡意义发话，表示那是无将赦免法摆入议程，别仔囝的关系就结束。陈水扁日前出席参会，遭受到中监警告违规。前总统卢秀莲、台南市长赖清德以及独派团体纷纷呼吁，直谢陈水扁。蔡其芳也伫脸书顶官表示，本人伫只声明，立法院本会期蔡依依是苏委会主委，如果无将赦免法的修正案摆入议程，那呢白仔囝的关系就结束。但是这个特赦法啊，这个改嘞，安尼就这代志就结束了。哦，都免得社会当遐个啊，总统府咧讲啥物？安尼较袂影响着社会的对立。我毋知因咧讲啥呢？川普甲希拉里，美国嘛正对立呢。啊，这民主社会就是安尼。哦，哪有迄个啥物咧为着惊对立？啊，你毋足够做，啊足够做是哪？民调也低。是不是安尼？啊，所以迄款的毋是你，啊，特别吼，你有含伊沟通啦吼，啊，伊讲的是咪孤掌难鸣？毋是孤掌难鸣，伊讲哦，叫党团干部甲动了来，啊，我是讲吼，若无吼，即阵啊，我找一个时间吼，我若身体较用，我找一个时间。立法院有一个游说法吼，较紧有迄个法啦，拢无人用，啊，我著第一个来甲用看卖啊。啊，讲啥辅助天性啊，即讲个拢加讲个啦。啊，但是这是一个决心安尼之意啦。蔡依依去年五月曾经提案修赦免法，原本总统刑事特赦必须针对已经判决定案的案件。蔡依依要求增加总统会当赦免受罪刑宣告者，免除其追诉权。不过修正案至今也未伫委员会讨论。新闻新闻，钟乃成台北市采访报道。